才点到项。7:59了，开学第一天就迟到。今晚双倍作业，一个都别想逃。老师，天上有不明飞行物袭来。难道外星人又来了？马小娜，踩点到下，完美。可恶，我就不信你们三个今天全都能踩点到下。话说的不要太绝对哦，老师。以我对柴圆圆的了解，她肯定在睡懒觉。柴圆圆，你怎么还在床上？妈妈，你不用担心，我昨晚请魔小木帮我改造了床，这就走。马上，老师，我来了。还好没迟到。哈哈，所以今天迟到的就是杨白白。老师，我在这儿呢。你怎么在垃圾桶里？我早上懒得起床，就让我爸爸把我和垃圾一起放到了收垃圾的车上，然后垃圾车开到学校，我就滚进了旁边的垃圾桶里，又睡了个回笼觉，最后醒来就在这儿了。要你们提神醒脑，都给我做好了。这节课只要有一个人睡着，所有人作业翻倍。不行，实在太困了。柴圆圆，你胆子不小啊，居然敢在课堂上光明正大吃零食。老师，这是超级酸的柠檬味薯片，能让我保持清醒，不信您来一口。我觉得还是两条腿站着更能让你清醒，给我到后面发站。杨白白，你干什么？不准备做人是不是？老师说站着更清醒，那我四条腿站着就是双倍清醒。看你是相信双倍作业，给我乖乖坐好。哪来的鸡毛，汪小师，谁让你带鸡上去的？老师，这是用来防止我打瞌睡的。哎呀，痛死我了！你对自己还挺狠的。老师，不好了，马小娜！古人言：头悬梁，锥刺股。马小娜今天就要把脑袋挂在房梁上，绝不打瞌睡。你多读点书吧，头悬梁不是那个意思。上课不打瞌睡有那么难吗？你们看看柯小平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等等，不眨眼，该不会是？还是学校好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昨晚的陨石正好砸到了学校，所以你们暂时要在外面上课了。老师，我们上体育吧，正好可以学爬树。想得美！第一节课当然是上英语。这个就是蛇的单词，大家见过蛇吗？见过，这不就是吗？不要随便捡危险动物。好了，我们继续看下一个单词，老虎。老虎，快跑啊！杰西卡老师，准备完毕。好了，继续上课吧。打开课本。下雨了。课本要淋湿了。我的作业白写了。救命啊！杰西卡老师别怕，我来救你。下雨。谁来救救我？谢谢你们。其实在外面上课也挺好，可以感受大自然的美。我错了，还是学校好啊。